前高速往凤凰 G209 出口方向，匝道转弯注意减速，100米处有违章拍照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进入凤凰收费站，该收费站支持 ETC， 请留意现场指示。前方250米，过收费站后靠右前方，请走右侧两车道。急救前方，靠右前方。前方有连续违章拍照，您保持长时间驾驶，请注意休息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在进我们凤凰吗，师傅？对。哦，然后呢？近期48小时的核酸检测有吗？有72小时的吧，可能刚刚过。好，行，好好。嗯。靠右前方，40米后左转，进入苏北线。300米处有连续违章拍照。260米后左转，请走左侧车道。前方两侧变窄。即将左转，左转进入苏北线。1.3公里后向左前方。900米内有多个违章拍照，前方红绿灯直行，走右侧车道。
后向左前方，请走左侧车道，进入凤凰北路，往凤凰古城方向。下雪了，雨夹雪。
进入橘园路。
关我屌事情？啊，关你屌事情？走走。
Thank you.